되게 많은 먹거리가 있었는데 다 먹지 못해가지고 좀 아쉽고요. 所以呢，我今天呢就特地，这个是要排队才买得到的哦。那我们呢就为你送上高雄的名产，一个是蒸芋头的蛋糕，另外一个是红乌龙茶奶茶。啊，因为有名啊，对吧？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对对对，你一定没有机会吃到，所以我特地就是找人排队买到了这样子。잘먹겠습니다。希望你会喜欢，也祝福今天晚上的演唱会顺利成功。在结束了这个军旅啊，这两年的这个训练跟生活之后，觉得自己有什么成长吗？성장은분명그동안근데이제체력을줄이려고노력을했었고네아뭐라고할까요아무래도2년이라는시간이지나고보니까되게빠르다고생각되는거지가장적인게너무길것같았던거죠그래서그때는그렇게잘